旗开得胜。有什么古堡加上？欢迎，掌声鼓励！掌声鼓励！来，我们的永达技术学院。哇！旺哥，今天我们要隆重宣布一下，我们的主持群呢又多了一位，多了一位了。哦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今天是五位。是是，哎呦，陈小春，你那只怎么那么大只啊？你也是我的女朋友啊？哎呦，什么名字？大家叫小猪。干嘛叫我名字？好变态哦！陈小春一直唱歌，命都很苦。我没那种命，我没那种命啊，轮也不会轮到我。真的是很有型啊，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他？因为他演技自然，而且呢个性非常的帅气。对，而且呢，听说今年呢是这个单眼皮的特别流行啊。哦，连我都想把眼睛缝成单眼皮，像阿雅、啊、小春啊都单眼皮。其实我们很容易变单眼皮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小猪单眼皮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好帅哦，像帅多了，小猪，好像日本电车的变态男孩。好，那今天的来宾的内容一定非常精彩，马上进行我们精彩的单元，旗开得胜 ，Go！ 旗开得胜，超强卡斯，全新内容，轰动登场，当胡瓜碰上莫文蔚。我们文蔚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文蔚啊，如果能跟你合唱，那是我祖宗积德啊。我如果祖先听到我跟你合唱，明天会从坟墓爬起来鼓掌。那个，到底什么团呢？当胡瓜卯上周华健。上节目也用下巴玩游戏，像话吗？花哥会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。这点我就不爽了，你还要靠蓝色小药丸吗？啊，你知道我最近片访名义啊，就希望能快一点。偶像当管大车兵。就没有吧，全民公敌，可是要看他忍不忍心啊。忍心吗？看他待会表现怎么样。哦，我还在爆棚时段。来啊，你在搞呢？旗开得胜，招牌单元，旗帜飘飘，火力全开。欢迎收看《旗帜飘飘》。这个单元啊，我们大家以为看是游戏，我觉得个人是考验脑力跟反应、反应机制。或是这个单元，很多大专院校甚至学校的老师希望建议我们在做这个单元，因为学校现在园游会都在做这种东西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。考考你们的反应跟机制，我们呢有我们的欧弟，还有我们这个周俊伟、陈小春、Landy、Landy 四位要加油了。我看第一个淘汰可能是陈小春啊，哎，不一定哦，是因为我觉得呢，加油，我们没有广东版的嘛，啊，广东版的红旗来。可是小春说香港的更难呢。哦，香港的对，所以他这个应该难不倒。哦，那对他也不会有问题的啦，没有问题，不会第一个掉下来。下次我改更困难的，内衣脱下来，喂，帽子脱下来。裤子一起脱下来，胡瓜滚下来。来，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加油了。蓝旗升上来，白旗升起来，黑旗不要降，蓝旗降下来，红旗蓝旗升起来，黑旗红旗降下来。
名。再垫，好，现在剩三个男生了，三位男主角了，加油哦！预备，红旗升起来，白旗不要降，黑旗升起来，黑旗不要升，蓝旗不要降，蓝旗降下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要降，红旗降下来，全部不要升，黑旗不要降。红旗白旗不要降，白旗红旗降下来，蓝旗升上来，全部降下来。黑旗白旗不要降，黑旗降下来，白旗降下来。红旗不要升起来，蓝旗降下来。黑旗蓝旗不要降，白旗升起来。剩下周俊伟跟欧弟，预备。蓝旗升上来，白旗黑旗升上来，红旗不能降，白旗降下来，黑旗蓝旗不能升，红旗降下来，白旗黑旗不能降，红旗蓝旗降下来，全部降下来，红旗不能降。黑旗蓝旗升上来，红旗黑旗降下来，白旗蓝旗白旗升上来。两个人已经错了，到底谁先犯错？他先犯错的啦，周俊伟先犯错。对，可是他也不差啦，两个时间其实差。刚我看了眼花缭乱，我也不能怎么做，你是搞得我花的。他乱跳吗？不是，我到最后是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稍微受处罚，但是我们总是要分出冠军啊。好了，欧洲出来，欧洲来，欧弟。我们有机会让给周俊伟好了。对啊，好吧，来你出来。欧洲，你好逊哦。欧汉生不能跟朱丽叶在一起，因为变成欧耶。来吧，皇帝。早就搞上来了，你下来了，快下来了。好，就这样，不要理他。这组冠军周俊伟，鼓励鼓励，掌声鼓励。这首罗志祥、陈洁仪、李翊君跟我们的贾静雯，贾静雯太厉害了，应该把他放在冠军组。对啊，这个还是我来好，我比较笨一点。瓜哥来了，掌声一下啊！哎呦，这就厉害了，好吧。不能喷我干冰，我怕哦。好，我知道。我不会喷你的。好。蓝旗升起来，蓝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要降，黑旗升起来，白旗红旗不要降，黑旗升起来，蓝旗不要降下来。Thank you.
错了啊，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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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虾米一位。你嘛有今天的咯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替天行道啊！我怎么感觉有一只猴子在满场跑啊？对啊，一只大狒狒在满场跑啊。感觉怎么样？肌肉有没有紧绷？就跳没，我早知道站着就这样喷就好了。来，剩下杰毅哥，我们的罗志祥一辈，好，加油！白旗升上来，黑旗升上来，蓝旗升上来，黑旗白旗不能降，白旗蓝旗降下来，不能降，不能降。哎，光哥，可是我看不过去耶。对呀，他怎么一来就欺负人家？我要抗议。怎么说？他一直叫，我很害怕。对呀。你问啊，像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听我讲。你听我讲，罗志祥。他一直叫，很可怕。不是，你这样子，你叫你自己害怕，你啊哦哦，可以没关系，你不啊啊哦，那不是自己害怕啊，你表情要诚恳一点。OK， 好好，不好意思，棋子被你吓着，真是的。好暴力！哎哎，你还好吧，哥哥？哇，都歪掉嘞！金刚，准备。蓝旗升上来，黑旗升上来，红旗不能降，白旗不能升。蓝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能升，白旗升上来。我懂。先拿旗子。啊，我懂。啊，不过今麦唔对。叫什么名字？陈炳君。炳君，你刚刚的仪态好像蒋夫人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周俊伟吗？很可爱。好啊，很可爱。谢谢。来一位，准备好了啊，四个人了啊，总冠军赛有10000块奖金啊，预备。蓝旗升上来，白旗升上来。乒乓球吹出来就好，乒乓球吹出来就好。这个已经埋进去，怎么吹出来啊？我都吹得出来啊，我是吗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这个已经埋进去了。当然难了，来，预备。红旗升上来，黑旗升上来，蓝旗升上来，白旗不能升，全部降下来。白旗升上来，黑旗升上来，黑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能升，蓝旗不能降，红旗白旗不能降，黑旗升上来，全部降下来。全部升上来，蓝旗降下来，黑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能降，白旗蓝旗升上来，红旗白旗降下来，黑旗不能升，蓝旗黑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能升，全部一起升上来，白旗黑旗降下来，全部不能降。
西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最喜欢小猪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站好了。全民固定。剩下是贾静雯跟同学了，来，请就位。哎呀，其实啊，很无聊，每次都是贾静雯冠军，对呀，也烦了。你可以自己选一个偶像。我找陈小春好了。小春，不是，小春可以帮你没错啊，但是如果他输了你的，他输了，我帮他全民公敌，可是要看他忍不忍心啊。忍心吗？看他待会表现怎么样去。哦，来这一套，好来，来剩下陈小春跟这位同学，一杯。蓝旗升上来，黑旗升上来，红旗不能降，白旗不能升，蓝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能升，白旗升上来，黑旗降下来。蓝旗红旗不能降，全部一起降下来。红旗黑旗不能升，白旗蓝旗不能降。蓝旗红旗一起升，红旗蓝旗降下来，全部一起升上来。蓝旗白旗不能降，黑旗白旗降下来。蓝旗红旗不能降。来，这位同学请到这里，可以获得我们10000块奖金，就是我们的同学，鼓励鼓励。他是意思说不要用钱来鼓励学生，所以就去决定他也不要了。对，他只要周俊伟的一个香吻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。你们这些欺骗人的主持人。好，谢谢这位同学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所有的来宾，我们还有更精彩的音乐。是台北市私立道江啊高级护理家事职业学校，明阳我都要等着呢。对啊，因为这里的学生呢都出了很多人才啊，哎，都要当护士的当护士啦，当 model 当 model， 很多很多。是道江商职，今天都女校了啊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哦，那我们今天，哎呦，这么多美女来到现场，我们马上进去看一看，来走。请到的这个是陈主任，陈主任等于是整个道江商职的发言人啊，啊，道江护家，道江护家，来来，请讲。欢迎这一次台视的旗开得胜的节目到我们学校来，啊，我们学校所有各科的学生都非常欢迎你们，这边有我们家政科，还有护理科、美容科，也有餐饮管理科的学生。那我想我不多做介绍，我们待会就参与大家的活动。那我们马上进去看看我们学校的状况，全部都是女生，你看。啊，还有人打扮成这样子了，啊，你们是谁？这样才会输赛，你看到没有？我都期待一次的。好，我们进去里面了，走了。Let's go， 站人！同学非常的热情，啊，道江，所有同学都在楼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剑道社，因为剑道社的同学，他们要热情给我们表演一下。听说他们穿到剑道服之后呢，他们表情都不能笑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有不能笑的吗？他很认真啊。喂，喂。
因为呢，穿上这个神圣衣服呢，就等于说有武士魂在上面了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是，来，你抖抖这个，哎，喂，喂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哎，快了，快，刚才都是他这个表情在笑了，哦，是吗？神奇。我们第一个弹头就在这边做了，好，哎，我们请这几位武士呢先休息一下，武士，我们开始要抓人的哈，那抓来了。清楚他是谁的，有三千块。来，帮忙喊啊！如果没有的话，是前一个的。预备，一、二。各位观众，这位神秘弹头感觉好像下巴很长，其实他的真面目下巴可不长哦。您猜猜他是谁呢？马国弼。马国弼这么高，来选前一个弹头，三号。看是哪一位艺人，如果猜得中有三千块，猜不中要选一个单。一百七，五神秘弹头的脸真是千变万化，您瞧他这下又变出个朝天鼻，其实他的身材高挑，您猜他是谁呢？薛志正。好，请选一个单。四号，哎，我爱弹头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哈，来，对，我爱弹头。帽子会飞嘛？这是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楼上招呼声。王导，有接吗？睡觉吗？刚刚在那个教室睡觉。他来拍我。啊。他拍到，好，就是你了。啊，安利后，安利后，那你先来还是他先来？他先。好，你先来，请看五秒钟，预备，开始。五。告诉大家，神秘弹头他留着帅气的小平头，他是演艺圈的运动健将，您再猜猜看，他到底是谁呢？王志明，来选一个单。四号，来，好，大声点，我爱弹头，我爱弹头。
名号来选一颗蛋。第一个。第一个。我爱蛋头。解答是汪建民，没错。那个这两位同学呢，有3000块可以分啊，一人1500，来掌声鼓励。汪建民可能还跟着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哈。我们接下来呢，除了这里地方呢，我们马上要到的是他们的柔道室，来请到这边去。好，现在各位看到他们柔道室总共有叠的，我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2、4、6，总共有10个人要做那一个练习，10个人啊，这个好像摆起来像锅贴一样啊。还没开始，追的啦，对，刚刚有个同学罗志祥，你是什么科？来准备啊，5秒钟，预备。明晓神秘蛋头的细细柳眉，还有丹凤眼，虽然是经过极佳变形，但是和他本来面目相差不多。他是谁呢？丑姐，丑姐来选一个蛋。
岂不是很好？讲什么话？来，一秒就对。神秘弹头他也是主持人，他有一张甜美可爱的娃娃脸，您再仔细想想看他是谁呢？中单，我爱弹头，来选一个。神秘弹头她是女生，而且她也才刚刚结婚没多久，想想看刚结婚不久的女艺人应该就有答案了。萧亚轩，哦，厉害了，这个名单就厉害了。老师请，你可以选一个蛋，还可以选择男主持人亲你。可不可以不要，我选两个蛋。选两个蛋的话，你死。长得蛮可爱的，就在正前方啊，在船只外面。来，请到这里来。来，请爬过来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在厨房间跑，好像蟑螂哦，我告诉你。来，请到这里来啊。神秘弹头他笑起来经常会露出可爱的小虎牙，您想想看，有小虎牙的女艺人就容易猜到她是谁喽。选一颗蛋，好，恭喜您答对了，李祖林。不提示你们虎牙还猜不出来哈。有钱有钱，他问我有没有钱。他问我们有没有钱，有2000块钱哈。好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，谢谢李祖林。道江加持的这个美容科跟家政科，家政跟美容我就搞不太清楚到底有哪分别，所以呢就是要请老师来了。哎，老师你好。老师好。为什么我们美容科跟家政科呢？家政科跟美容不是穿的都一样，画的也都一样吗？唯一他们差别的是，家政科他们是自己制作的一个服装礼服，对。那我美容科的话，我们是做整体的造型。挥个手嘛，耶。你就说服装是我们这个家政科会设计，他们是服装化妆啊造型这个设计，就叫美容科，要互相合作嘛，对。哎，这几位同学呢，这位是也是老师吗？没事，好伤人的话，他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老师你了解。哎呀，这个像何家欣胖的时候，哎对，这个就像这个那个陈宝莲，陈宝莲啊，这女的有点像啊，对，你为什么男扮女装呢？什么态度啊？开心婆婆，开心婆婆。你们到底放在这里？来，开心婆婆。我以为对不起，我以为男扮女装不进来。哎，啊，这几位都很可爱。哎呀，小妹妹你好，你这样会不会又被男扮女装？你腰几腰是不是？我错了，这大概只有12吧。腰好小，我骗你，大概这样的地方。你腰多少？23.1哦，哎，这个更小了，这个也是23.1吗？你看，刚刚长得像孙协志哦。谁？对，明星脸。啊，我们第一个当然找开喜婆婆了。对。这位神秘弹头他是男的，他是一位歌手，浓眉大眼是他的特征，您猜他是谁呢？当胡瓜碰上莫文蔚，
我们文蔚啊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文蔚啊，如果能跟你合唱，那是我祖宗积德啊。我如果祖先听到我跟你合唱，明天会从坟墓爬起来鼓掌。上周华健，上节目也用下巴玩游戏，像话吗？会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。这点我就不爽了，我还要靠蓝色小药丸吗？啊，你知道我最近片访名义啊，就希望能快一点。偶像钢管大车兵。欢迎收看我们的新单元可爱小天使。小孩的表情永远是天真活泼啊，而且呢很直接，是，而且观众朋友看到小朋友呢，这画面就会吸引住观众朋友。哎，其实有一些小孩子很可恶的啊，怎么这样讲？小恶魔，像有些小孩子会假哭，比如说打我。三秒才会哭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还流出假眼泪，对对对，然后挤几滴，然后妈妈，我很讨厌，我就讨厌。你小时候一定是这样最讨厌，快快下来。对啊，然后马上来看这几段精彩里面可爱小天使歌。Check it out。当两位小朋友坐下来一起喝可乐，而其中一位小朋友喝到的饮料不是可乐，而是苦茶。面对这种情形，小朋友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怎么分辨呢？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讲一些，觉得不晓得是什么话，可能是，哎，为什么那个可能有点味道？我试试看。就我觉得小孩子蛮贼的，他可能会，哎，我跟你交换好不好？对对，这也是另外一种答案哦。我觉得那个喝到苦茶会立刻吐回去，然后就假装就放回那边，就不喝了，然后可能就叫那个另外一个跟他分。会不会讲说，哎，你看那边，然后把他调过来？小孩子好心机哦，比如说好心机好重，对啊，有飞碟在做的事，那不是可爱小天使，可恶小天使。他们好可能会就是对调一下，这样混合 mix。小孩子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形，来，请看 ，check it out。
你的是可乐，我的是药嘞。要的吧，那是橡皮。好烂的药、哦。你的很甜吗？真的很辣，很苦。你的是什么？酸酸的可乐，很甜吗？很苦的可乐吗？很酸。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因为很苦，有的拿到苦茶还当做可乐喝，人家跟他喝一大口喝，哎，好奇，一好奇一直会抢那个东西喝。你们觉得是过期的可乐有可能？他们表情都好可爱哦。对，现在这个状况，这个小朋友喝苦茶的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欧弟的演那喝苦茶的，华林演喝可乐的，到底这个喝到苦茶的小朋友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请开始。你先喝你的。你也喝啊？不要，你先喝。那我喝了、哦、好，那我们一起喝康杯，康杯，康杯，啊，好好喝哦，你快喝啊，不好喝吗？一点点苦，很好喝耶，你觉得他会把它吐出来就对了，而且还把它吐出来，好，答案要演出来哦，哈，预备、嗯、开始，你的是什么？可乐啊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颜色不一样。老师说是可乐啊，那你先喝，老师不会骗人的。你先喝。什么味道？可乐啊。换我咯，还是你先帮我喝喝看？不要。我的比可乐还好喝呢。是吗？真的，你看看，真的。那不是可乐啊！我、哦、就这样的，为什么？交换，然后你把可乐喝光，骗他的，骗他的。我们来演演看好了。你什么东西啊？老师发给我的可乐，你喝干杯。等一下，颜色为什么不一样？我的比较好的，你那个是。等一下。好好喝。好好喝，干杯。干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喝交杯啊。小朋友不懂交杯。小朋友可能这样聊，哎，我不晓得，答案可能是这样，好像蛇哦，看看吧，来，我们请看，切给他，
人喝苦茶还要加那个模样哦，他是属于那种很听老师话，有这种小朋友，就老师交代什么时候很苦干实干，规定他就要做了，喝完了，属于阿信没有点心可以吃，阿信阿信阿信，好好笑。后面有答对，好，我们看看下面一题是我们糖果篇，请看，快了可以。小朋友的点心时间到了，可是老师摆在桌上的糖果却数量不够，总是有人会吃不到糖果。小朋友遇到这种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偶像三管大车兵，小朋友的点心时间到了，可是老师摆在桌上的糖果却数量不够，总是有人会吃不到糖果。小朋友遇到这种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小春，如果你是三个当中，多让小朋友的心态就两根糖，你会让还是会抢呢？我以前试过一次是这个经验啊、哦，那个时候呢就我全部。推翻它，大家不要一起吃了。哦，把它弄到地上，大家都不要吃。不抢，不要抢。为什么我没有粉你，你有粉吗？玉石俱焚。是是，你有没有童年？有有。我觉得应该是猜拳吧。应该是一人一口，因为我看到有两个叉子嘛，就我一口，你一口，你一口，对，用分的就对了。这个答案。其实基本上小孩子是。蛮大方的，他很愿意把他吃的东西分给人家。我看到的小孩子不是这样子哦，我看到的小朋友你怎么那么恨小孩子？没有啦，你有没有童年？他没有童年。我童年就我其中有一个小孩子把两根都拿走，然后告诉其他两个说：“我爸爸说这个吃了会中毒，肚子会痛。”小朋友最喜欢来这招，真是很可恶小天使。对呀，这又是勒索的，到底有哪些状况？看看。
家里也可以吃，在学校也可以吃。嗯，怎么还没有吃完？怎么不赶快吃呢？因为他说不舒服。可以吃，赶快吃完好不好？各种试验都有了，比如两个有三块糖，三个人四块糖，两个人一块糖，啊，到底会怎么分怎么吃？现在三位只有一块糖，那你们把答案演出来，其他会有什么反应？备，开始。老师说不能拿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应该就有三只，他只有一个，那不是我们的。对，是吗？我们来猜拳，玩游戏。猜拳不好了。不要，我们玩游戏，快点，快点。玩游戏，不要看他了。玩游戏，我们输的要蹲，要蹲到桌子底下。好。输的要蹲到。我是填一下。不行，快点剪刀石头。填一下先呢。不行，剪刀石头。没人填一下才滑去。快点啊！老师说不能吃，剪刀石头不。剪刀石头。都是填一下先啊。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要蹲下去。你也输了，你刚刚也输了。是。就把一个气泡，两个在肚子要填起来。哎，真的是。喂，好好吃啊。OK， 我们打死了，我们看看第三组，预备，开始。有糖果哎，只有一个哎。对呀、啊。我也要。去借我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就好了。哇，它是青蛙的。那眼睛太小。狗啊你！哇！太厉害了！可是我们演大概不是这样，来，我们来三个演一下。我觉得答案不是这样，我们也没看到，答案应该是这样，来。我的。等一下嘛，等一下。你几岁？老师说不能吃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听我的。他吐我口水。是他吐口水，谁吐口水？就是旁边那个。哎，吃啊！哎呦，我吐了，好恶心哦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三种答案到底有没有。来，请看。对，就是反正有一个人抢走，咬住也不让他抢。下面一则呢，是我们非常可爱的一则这个一个小朋友的做法，可爱小朋友到底做了些什么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呢。花仙子。当小朋友在教室玩耍的时候，桌上的花突然跟小朋友讲话了，而且还出现一位花仙子在面前，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童话故事看很多，就是那花盆里面放的花，他可能两个人在玩，突然花讲话了。对呀、啊。小朋友你好，他哎，花怎么会讲话？对呀、啊。我是花仙子，看半天。而且会认真起来哦。那小春，你觉得如果你是那小朋友，会有什么反应？因为可能是那个会怕，因为小朋友很怕有鬼啊。对。就叫他跟我讲，是吗？小朋友你今天吃饭没有啊？有一点怕，就。去了一点点，就有一点怕，还是会回答的。怕跟不怕就这些东西，我怕。如果是我会拿起来研究吧。研究。对啊，看里面有没有人啊，或者是什么昆虫之类啊，把它研究有没有线啊，这样。是不是真的有人住在里面？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一看到，然后开始讲小朋友，你在讲话，你在说话，就把它踩烂。怎么都
很暴力的情况。他没有太过分，他没有太暴力，真的没有偷你。哎，来，我们看看到底哪些状况，请看。Check it out。哎，又来。嗨，小朋友，我是花仙子姐姐。知道我在哪里吗？我在花里，在你面前这一盆花里面，我就住在这里，而且我就在这里住了好久好久了。你叫我花仙子姐姐。花仙子姐姐，你们可以吃巧克力呀。花仙子姐姐肚子也饿了，也想吃哎。嗯，很好吃哦。来，我们看看到底哪些状况，请看。Check it out。哎，又来。嗨，小朋友，我是花仙子姐姐。知道我在哪里吗？我在花里，在你面前这一盆花里面，我就住在这里。而且我就在这里住了好久好久了。你叫我花仙子姐姐。花仙子姐姐，你们可以吃巧克力呀。花仙子姐姐肚子也饿了，也想吃哎。嗯，很好吃哦，巧克力真好吃哎。你们这么乖的话，那花仙子姐姐那你们许三个愿望，一人一个。佳佳，你先讲，你想要什么愿望啊？跟花仙子姐姐讲，花仙子姐姐会帮你完成哦。金刚了。金刚是什么东西？金刚战士。哦，金刚，棒棒，请。小火车。好啊，花仙子姐姐一定帮你完成。那瑶瑶呢？小玩具熊。小玩具熊哦。对。那花仙子姐姐，为了要实现你的愿望，那我要现身在你面前，让你看到花仙子姐姐哦。开不开心？开心哦。那要拍手鼓掌呢？要闭起来，眼睛不闭起来，花仙姐姐不敢出来。小朋友，喜欢不喜欢花仙子姐姐？喜欢。花仙姐姐也喜欢你们啊。那花仙子姐姐要先走了，要去帮你们实现愿望。那眼睛闭起来，不能偷看哦，都闭起来哦，偷看花仙子姐姐会生气哦。我要走了。仙子呢？你在哪里？我在花里。你在故乡吗？嗯，我住在花里面呢。哦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明雪。我叫风里。跟花仙子姐姐握个手啊。好痒哦！好痒哦！亲到了，把花仙子姐姐抱起来，放在脸上。对啊，也要贴近啊，脸啊也要贴近花仙子姐姐这里。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谁呀？我是花仙子姐姐。姐姐。对呀。就是你前面这一盆花，我住在这里面住了好久好久了。那我们要握握手，好朋友就要握握手吧。握手？不对不对，你要跟花握手。
面呢？那另外两位呢？那我们以后是好朋友喽，想不想见见花仙子姐姐本人呢？花仙姐姐出来了，还有告诉你们哦，不能跟老师讲说有看到花仙子姐姐哦。那花仙子姐姐要先走了，眼睛闭起来，不能偷看。我给我们看到一个亮亮的东西从这边跑过去，那是什么东西呀？我不知道。真的吗？这好像有一个亮亮的耶，刚刚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你有说过小朋友可不可以说话？不可以。对啊，刚刚有没有什么事情告诉老师？没有。那我们进教室了。谢谢。哎呀，好痛啊，小朋友。你把花仙子姐姐抓得好痛哦！不知道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小美泽。哦，泽泽，那妹妹呢？艾米啊，她是姐姐。她是你姐姐哦。对。好可爱哟、哦！眼睛闭着，闭起来，花仙姐姐才会出现。哎，小朋友，我是花仙子姐姐。是等一下不能跟老师讲哦。你在做什么？现在这个情形呢，要讲花仙子可能跟他讲说啊，你们不能跟老师讲哦。老师一来，老师要眼看不到花仙子，可是那两个小朋友看花仙子在旁边，老师也看不到，看看他会抓耙子，对不对？对他两个会不会告密？对，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反应？对，有什么反应？来，开始。预备。你们不可以跟老师讲哦，看到我花仙子不可以说哦，好不好？小朋友，刚刚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俩怎么发呆呢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你怎么变哑巴了？他谁呀？有美女啊。想每天看电视一定看坏，哪有美女啊？老师是美女吗？在这里啊，在哪里？叫自己那他有吃吗？他叫自己什么话？哪有啊？刚刚有发生什么事吗？老师，这个他从这里飞出来啊？谁从这里飞出来啊？他啊？谁呀？那别人，你俩是疯了？老师看不到你为什么？没有了，那没有了。没事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会这样神经兮兮的呢？要好好念书。我要上厕所。你要上厕所。行。哎，这两个同学，好，不要演了。那两个同学想讲，可是老师又看不到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对。他们答案是这样子。好，另外一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是老师啊？是啊。怎么老师坏了？看一下工友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没有。你刚刚没有发生什么事吗？老师没看到吗？看到什么？那边。没有。没有啊！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白色的光线，咻，不见了。没有咻啊，在这里啊。是在这里。在那里。是。没有啊。这边。哪边？在那里。有没有？没有啊。在这里。没有啊。真的没有吗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，确定没有？这边呢？不能说谎话哦。老师，你看，老师，可是我们说你看不见啊。说谎话头会变大哦。我刚才这个话会讲话耶。他会讲话？对啊。你们不要看太多卡通影片嘛，好不好？这会讲话。喂。喂。你看有没有？喂。喂。有没有？真的呢。在那里啊，你看不见吗？没有看到啊。可是你有听到对不对？没有哎。你刚刚有讲话，你撒谎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演不完了。老师。好，答案是三方了啦。哦，小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老师都没听过。大人如果联合骗的话，小孩子真的会骗疯掉。对啊。哎，来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答案在里面。
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啊！我要去上课哎，你要不要跟我去？不去啊！不是，可是等一下，那花生姐姐要跟我们。什么花生子姐姐？没有啊，哪里？在哪里？没有啊，在这里。没有啊，没有看到啊。没有啊，哪里有？你看到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老师走。答案都很接近，对，就小朋友一直讲，老师也看不到你。其实小朋友真的很天真，是。像有三个小朋友在聊天呢、啊，那有一个小朋友在睡觉，有蚊子哦，在你耳朵旁边哦，是不是很烦？嗯。那你抓到你会怎么样？把打死啊。那你抓到你会怎么样？打死。那你抓到你会怎么样？另外一个小朋友说他抓到会怎么样呢？就，报应，报复了，报复。我说吵死。是我们旗开队，他可以得到我们好丰富的奖品，有接手凝露组合、欧洲进口香水、优直播街网络卡、护肤美容礼盒、高级进口休闲鞋、植物物语沐浴礼盒。我们拍这段影片是因为观察小朋友，小朋友实在是非常的聪明，只是从影片当中拍摄过程来观察小朋友他平常的一些表现，而且小朋友的个性上面每个人的完全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，他们的表现当中，跟这个是一个教育的心理学上面来探讨这些问题，借由这个方式呢，因材施教。哦，最不错的一个节目。所以这个单元叫做“可爱小天使”，谢谢各位来宾，谢谢。当胡瓜碰上莫文蔚。我们文蔚啊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文蔚啊，如果能跟你合唱，那是我祖宗积德啊。我如果祖先听到我跟你合唱，明天我从坟墓爬起来鼓掌。当胡瓜卯上周华健。上节目也用下巴玩游戏，像话吗？花哥会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。这点我就不爽了，我还要靠蓝色小药丸吗？啊，你知道我最近片访名义啊，就希望能快一点。偶像钢管大车兵。心情特别喜悦。对呀、啊，大哥刚刚在那个后台的时候，就眉上喜笑的那种感觉，坐立难安呀，连我都很兴奋啊。为什么你兴奋什么？那是个女的，你那么兴奋？我当然兴奋了，因为她是我的偶像啊。我们也很兴奋了，你们兴奋什么？因为大哥兴奋，我们就兴奋了。对呀、啊，莫文蔚小姐。跟我的交情可是匪浅，是怎么样？他每次只要来台湾呐、啊，都会带一些东西送我啊，而且会跟你去吃个晚饭。哎，烛光晚餐吗？不能讲烛光晚餐，这样会引起人家误会。虽然我很喜欢他，对我也很有意思。什么？他有讲过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，他对我有意思，说他呢，这个为了我呢，跟周星驰也闹得不愉快。哦，我自己说，倒特别感觉到遗憾。真的哈、哦，待会出来的时候呢，我是比较腼腆一点。哎，没关系，所以你待会帮忙我啊。因为大哥生性害羞。对，最近有一首歌，我真的是很爱呀、啊。哪首歌呢？爱我的请举右手。哦。这个歌词写得真好。太好太好了。是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，我开车都举着右手在开。哎呦，这么有危险。今天一定带来这首歌，让大家全国兴奋一下。没错。好，待会访问的时候好好介绍我一下。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了，先邀请我们的性感女王莫文蔚。大哥害羞吗？害羞什么了？来，对，大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真的不
欢迎来到我们旗开得胜。谢谢。这是自从小弟做这些，你第一次是漂亮的花，这是玫瑰花，99朵玫瑰。哦，谢谢。小弟最近经济有点拮据啊，所以我最喜欢玫瑰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这当然了，我已经调查很久了。这个玫瑰有黄色、粉红色、有紫色，代表你人生当中呢非常的绚烂。前程似锦啊，莫小姐，我们今天大哥用心良苦啊，今天早上没有录影就跑去买这个花，要买这么久，买一整天的花，他就骑脚踏车过去的，本来是买不到，后来到这个民权东路了，最近又没有人出殡，所以大哥这样不好意思，我为你花，你感觉就在我在，就是表示我的诚意啊，这个鲜花虽美，也比不上万万分的你。希望你会喜欢，谢谢，很喜欢。能够跟我们文蔚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文蔚啊，不要了，文蔚太土了。那应该怎么叫？叫蔚吗？叫默默就好了嘛。默默，叫 Karen 啦。Karen， 嗯，这名字取得多优雅。对呀，瓜哥，他跟女儿的名字一样。喂，女儿，他女儿也叫 Karen。我跟你讲过多少遍，在他面前都提到我的家人。对，不要提家人。女儿真的叫喂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干女儿了。对，干女儿。您拍的广告每一次我都看。对 ，Vino。你知道我就最近都不开车，全家买了骑摩托车啊，这买了十几部摩托车 ，Vino Vino Vino， 很骑啊，而且呢，真的，我都放在家里啊，每次看到那个 Vino Vino 就想到你，你看你多久才来做一次宣传？是，这个而且我对你的歌声非常敬佩，尤其那首歌叫做《广岛之恋》，大哥为了你特别到广岛去练这首歌，这个太夸张，广岛太远，为了这首歌我到绿岛去练了一下，还有关岛屿之他都去了，如果能跟你合唱，那是我祖宗积德啊！我如果祖先听到我跟你合唱，明天会从坟墓爬起来鼓掌。有你这么夸张？可以吗？哎呀！谢谢谢谢。这个帖子我再到时候再寄给你。好好。听他的声音有点逼切啊。哦。今天天气冷啊，声音有点沙哑了。有赶通告好辛苦，晚上还要跑电台啊。对对对。这个是罗汉果加中将汤。为什么要加中将汤？罗汉果就可以护嗓。听说最近他的时间不是很准啊。什么时间不准？上通告时间不是很准。哦，别动怒。特别熬了46个小时，7期49天啊。声音有没有开一点？声音像开朗一点啊！好客啊！刚刚喝哪里？哎，那个杯角这边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好，我先帮你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回去再用。我们两个这个已经是青山之交，红粉知己啊，是是，对不对？他在台湾其实也很少上节目，今天对，完全是冲着我们节目来了。光哥，光有天后，我们还有一个天王要来，天王杀手，天王杀手，对对对对，天王哎！我就讲过了，今天的 Karen 来到现场，他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，六位。可是不能老见色忘友，对，人家在后面已经 stand by 很久了。还有谁来上节目啊？有，节目有开了，还可以谁来代替他？欢迎我们的杀手天王，谁？你上次。杀手天王，我管他是杀手人寰还是杀手天王，可以让别的人再多唱歌。当然好玩啊！哦，那这样好了，那你就随便叫他唱快一点啊！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到那边聊聊天。那好啊，上完让他回去了啊。好，随便介绍了。让我们欢迎掌声，猪八戒。谢谢。Yes, baby. Oh. Yeah. Woohoo!
这个大家演唱输的人知道怎么换他们两个跳。好，既然两位都是好朋友了，刚刚前面的这个开开玩笑了啊，大家歌都唱得很好了，马上进行两位的亲密大作战。天马行空，一个事件出来你可以联想很多，但是如果讲到我们听不懂，我们请你停下来解释给我们听，就是不合逻辑的就处罚了，不能太牵强哦。打屁屁是用这个打，声音要很大，一点都不痛，这是口味，不是屁屁，我先打，声音要很大声，好兴奋哦！接波不会痛啊，对对对，接波短波短，我是你家。不要紧，你不要他管了，我怕你看脸。好苦哦！好，现在这个打屁屁呢，一定要面对那个。加油了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想到木瓜就想到西瓜，哎，想到了西瓜就想到农夫，想到农夫就想到稻田，想到稻田就想到好美丽，想到好美丽就想到好美女，想到了好美女就想到牧童。啊，什么什么牧童？哎，牧童哥，我看见到真是你个人呀，你过来干嘛？我用手一指就难指我背指。上指下指我一把卫生纸，你这破样子。想到了牧童就想到放牛，想到放牛就想到吃草，大声一点啊！想到吃草就想到小羊，想到了小羊就想到马路，想到马路就想到汽车，想到汽车就想到轮胎，想到轮胎就想到吉鲁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叫吉鲁巴？轮胎跟举重板什么？这叫举重板，那叫韩东舞跳舞，那叫韩东舞。韩东舞错了，错错错错了错了。哎，好难哦，终于哎，光哥光哥等一下，不容易。光哥让那个楚景来，韩东舞跟巨轮东舞跟举重板差很多哎，举重板是跳舞呢。Give me five， 你有没有光阿鲁巴我还可以放。对对，巴对。哎，慢动作，慢动作。哎呀，快动作，快动作。现在代志就是告诉各位啊，咦，怕人卖板凳。哦，笑死了哈，哎，韩多鲁，这我们在笑的是他还很努力记他的台词，哎，韩多鲁那边去。想到了韩东鲁就想到司机，司机想到司机就想到开车，想到开车就想到警察，想到了警察就想到罚单，罚单想到罚单就想到要小钱，想到要小钱就想到很倒霉，想到很倒霉就想到我老婆，想到我老婆就想到很凶，等一下，想到等一下，你老婆倒霉是？对啊，说服啊，所谓家丑不可外扬，因为每次我接到罚单，我太太去交钱之后呢，回家就让我罚跪，就是这样。啊、所以想到倒霉就想到你老婆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好，来来一杯，从老婆想到老婆，来一杯，开始。想到老婆就想到女儿，想到女人就想到很可怜，想很想到女儿很可怜。我看到她的身材，觉得她女儿。哇你想到女儿长得像你戴假发的哥哥？哎，那不叫陈文茜吗？陈文茜，哥，你这样讲我就同意了，同意了，真的蛮可怜。来，想到了女儿就想得很可怜，预备开始。想到了很可怜，就想到陈文茜。想到陈文茜就想到李敖。想到李敖就想到陈水扁。想到了陈水扁就想到选举。想到选举就想到宋楚瑜。想到宋楚瑜就想到连战。想
年头，这个很难得找到这么好的五花肉。你也不会摔跤，好讨厌。喂喂喂啊啊！那这样我们找个女生会摔跤的。哎，好。准备看她摔跤啊！加油加油！要用力啊！要很用力啊！那你学聪明了，往上打了，剩下两个看谁是总冠军。预备，开始。想到了低空就想到大拜拜，想到了大拜拜就想到咬橘子，想到了橘子就想到凤梨，想到了凤梨就想到很好吃，想到了很好吃就想到很酸，想到了很酸就想到酸溜溜，想到了酸溜溜就想到情妇，想到了情妇就想到第三者，想到了第三者就想到捉奸，想到了抓奸就想到这个我们就叫月红来打月红来，用力，好，太小力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很痛。不是，接下来是你要打他了，打他，多开心，多开心啊！我来啦，要去了，你起笑，我只跟我来了，我去啦，来一杯，好兴奋哦。开心喽！很用力耶，你们听啪一声。没有哦，都是他自己在讲的。你们听啪一声来了，他太厉害了，是同学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总冠军是我们的廖伟凡，一万块。以上是我们的这个胡思乱想打屁屁，我们来跟金丹哥。